准备，走。话剧团选中了30年前发生的一起拖拉机杀人案件为原型，该剧正在排练中。那个人演的就是我。你们话剧团想怎么排就怎么排，你又没有真的杀人了。我们知道有什么用啊？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是。哎，停一下，停一下。我想找律师翻案。过去事就让它过去，让我们放下。我没有杀人，所以我不能这么活。你牛得很，我只能抓奸抓双。你说你丑，但干不了导演了。戏停了，你就能翻案了。公叔，他们打我！我天！我老公以后怎么做人？改戏？对，那不可能。强奸了我们的灵魂，灵魂强奸犯。谁？就他，强奸他，配吗？那你是不是就配强奸我了？是不是？是不是配强奸我了？你冒犯了。你不光是个杀人犯，你还是个强奸犯，灵魂强奸犯。你把我们搞成这样了，你还想怎么着？你们要是今天不给我们一个公道，我们就死在这儿。到底冒犯了谁？我臭小三女。是啊。拜托，我没强奸，您知道我没强奸。我不是杀人犯，再帮我一次，只要你能给我开证明，你可以强奸我的灵魂。你有灵魂吗？